有没有声音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声音？没声音。有了是吧？我无语了，你知道吗？家人，我无语了。看到群里消息没有？看到我发的截图没有？看到了扣一了，看到扣一。我昨天干啥了，家人们？我昨天干啥了？我也搞不懂抖音你到底要干啥，你知道吗？嗯？都看到了是吗？我的号又封了，我的号又封了，封那号封了15天。对，应该是很大的原因啊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啊，我的号封了有两个原因，我想了一下有两个原因。我放了一，我把音打开，等会儿我试试。第一个原因，因为我这两年给你们整的东西价格确实太便宜，你们就抵着价格了，对吧？有没有去查了价格了？没吹牛吧，全网可抵的。收到的东西好，有没有收到东西的？有收到东西的，有没有收到？收到打个一来，收到东西打个一，我看一下。收到东西打个一，我看一下。有没有收到的？这么多人已经收到了是吗？没收到的再等两天啊，再等两天应该就能收到，因为这才是第三天，对不对？东西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是不是性价比贼高？性价比高不高来？高的给我打个高来。没有收到再等两天，好不好？有收到应该是近，知道吗？性价比高不高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东西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打个好。不好，打不好来。收到人说下来。收到人说一下，是不是物超所值？嗯，好是吧？没一个打不好吧？是不是物超所值？嘴巴和声音不一样，没有吧？可能是我这两天把价格搞得太低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啊？可能损坏了有些人的利益啊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我本来今天还跟你们准备两个好东西，准备几个好东西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但是现在上不了啊，上不了了，知道吗？上不了了。你们那里跟我要什么？蚝牛粉是吧？好，什么蚝牛奶粉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东西？是不是？你们那里跟我要的，知道吗？我说只要你们在公屏上打的，我能跟你们干的全部跟你干的。你们有人是不是要那种洗衣液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我跟你们准备了几样东西，知道吗？全部都是牌子的啊，但是价格的话基本都是10几20几块钱，哎，都是几个的，给你们这样整的，知道吗？哦，我的号就被封了，封了15天，所以今天跟你们整不了了，家人们，整不了了，你们别怪彭少好吗？别怪彭少啊，那号封了15天，别怪彭少了啊，我这个号应该是7月14号。我看一下几号几号，我看一下几号几号。这样，这个号挂不了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只有2分的信用分，因为你们在群里聊天，知道吗？群里聊产品，把这个号信用分扣完了，只有2分，挂不了车。然后我那个小号，可能是因为这两年价格确实太低，我也损害了很多人利益，知道吗？然后我的号无缘无故封了15天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啥理由都没有，封了15天。这样好不好？我再干个号上来，你们给我每个人去点关注，给我点关注，点到1000个关注之后，我用这个小号再给你们干福利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呀也好，我挂个小号上来，你们给我把小号点关注来，我就不信了，知道吗？等会儿啊。
OK， 这个号，好家伙啊，这是我，哎呦，有没有？下面的号来跟我关注来，这个是我工作的号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自己的号，自己工作的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号是没有粉丝的，是我工作的号，知道吗？就是我有时候玩的跟朋友交流的号，里面只有二十几个粉丝，来，所有来直播间一千多人来，给我把这个号关注点起来，给我涨到一千个粉丝上。我接着跟你们干福利，接着跟你干，谁不让我干我就非要干，知道吗？给你们的所有东西收到货的家人们都拿到货的比对了，对不对？性价比非常高，对不对？全网可以比价格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的给我打个对来，没收到货的等两天你们再看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谁不让我干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到底损害了谁的利益，但是我不信这个邪，让我们家人，我接着干，给我把这个号的关注点起来，涨到一千个粉，挂号播，涨到一千个粉，我挂号播啊！气死我了，真的！看现在多少个粉，87个粉，来，给我把这个下面右下角这个号，给我点关注来，直播一千多个人来，只要一千个人。我就可以开小黄车，我接着跟你们干，接着跟你们干这个东西的，豪流奶粉这，对吧？外面几百块钱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干的两位数，接着干。因为我说了，今天跟你们整福利，明天跟你们整福利，我说到我一定做到，好不好？把下面关注给我点起来，点起来啊！我看找有多少粉了。我现在没有讲任何产品，我没有讲任何产品。啊，还有第二个原因，两个原因，我们家人们，我想了一下，因为我那个小号的话是，基本上是满分的号，你知道吗？满分的号的话，我又没有违规，也没有人举报我，查了后台没有举报，没有违规。昨天跟小芳连了个麦，对不对？住着那个小芳连了个麦，然后又被整了15天，知道吗？就这两个原因，我不知道我跟他连个麦是谁不高兴的，谁不乐意了，我搞不清楚啊，家人们啊，我没有说任何，但是我的号确实是没有任何人举报的，但是我号就莫名其妙封了十天。婷阿姨，我晚上的时候我就开播开着玩，知道吗？晚上不忙了，但是昨天跟他连了个麦，知道吗？然后就没了，好了，小号也没了，封了十天。哎，不要说任何人干的，没有任何人举报啊，没有任何人举报，知道吗？没有举报。但是有时候叫做什么？叫做无巧不成书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对不对？我就昨天跟他连了个麦，好久没了。然后我们昨天其实啥也没干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又打了个 PK， 是不是？又聊了会天，啥都没干。然后就给大家整了一波福利，然后就别人把我号搞没了。没事啊，家人们，我个人不信邪，你越这样干，越有点尴尬。今天等下再给你们整。头疼，真是头疼。多少人呢？我看这个号涨多少分？我怎么看不到呢？我怎么看不到我这个号涨多少分？等会儿啊，我把这个号退一下。稍等一会儿，还不到，家人们，等会儿还不到，我让，等会儿啊，我来弄一下，我让我助理给我弄一下。我操！美猴王跟我连线了。
然后我把这个号再挂上来，只要能涨到1000个粉，我就能开到小黄车，能开到小黄车我就给你们整。今天给你们整了三个东西，给你们直接看吧，好吧？第一个东西就是豪牛奶粉，对不对？在外面，卖的最便宜也是差不多2块钱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啊，内衣洗衣，好吧？第三个啊，我先给你们看啊，竹炭益生菌的牙膏，都是品牌的啊，好吧？说干就干，谁不让我干，我非要干。把那个号挂上来，把那号挂上来。等一会儿，姜。帮我把那个把下面号来直播来直播说一下的，帮我把下面号给我把关注点起来，把下面的号关注点起来。手机发热，把下面的号关注点起来。只要涨1000个粉，我就能开小黄车了。我这个号本来是我不想用的，因为这号全部是我自己现实中生活的一些朋友，知道吗？好吧，为了给你们把为了把彭少说的一些话兑现，因为我昨天说了，今天再给你们干天，明天再给你们干天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号必须要涨到1000个粉，我才能开小黄车，明白吗？咱们直播间正好差不多1000人，对不对？怕封号就不上了是吗？上，上，膨胀价格可以高一点是吗？我说给大家的就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你们不用劝我，因为东西我全部已经，全部都已经谈好了，知道吗？好吧，把下面关注给我连起来。所以咱们直播间啊，900多人，把下面这个号的关注，每个都工具点一下，点关注，涨到1000个粉，好不好？哎呦我，昨天你们很多人要我去跟他连麦，跟他去 PK。 我问你们开心吗？你们开不开心？嗯，你们跟我说了两个月了吧，要我去 PK， 两个月没 PK 了，对吧？昨天听你们话去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是吧？嗯，我真的把你们没办法的。我说了知道吗？会跟他 PK 的，包括以后也可能会跟他连麦，知道吗？也会连。然后我们就没发生啥事，我们最近啥事都没有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封了我的号。不好意思是吧？这什么不好意思呢？封就封掉呗，封又不是永封，封15天就15天呗，封15天就15天，好吧？你梅红阿姨，我什么时候怪了粉丝？我没有怪粉丝啊，我什么时候怪粉丝了？我没有一句话怪粉丝呀。你们不要就带一些莫名其妙的节奏，梅红阿姨，我哪怪了粉丝的？我就问粉丝开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包括我刚才我开播之前，我发现我号封了，知道吗？我也跟他打了电话，我也没怪任何人呀，我也没怪他呀。我自己都说封了就封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怪任何人啊，因为我知道很多粉丝都想要我跟他连麦，对吧？同框是吗？让我跟他再次同框，对不对？